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练习。首先，你们先拿出来千岛娃娃课本第六到第十的，然后你们看一下第八页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是找小鸭，找小鸭。好，现在你们拿出来你们的铅笔。我们要找小鸭，我们先看第一的，这是不是小鸭呢？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脚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你们看它的嘴巴是圆圆的，这是小鸭，所以我们圈起来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的，这是不是小鸭呢？不是，为什么不是小鸭？因为它的脚没有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它的嘴巴是尖尖的啊，这是小鸡。然后我们看它的旁边，这是不是小鸭呢？是，你们看它的脚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它的嘴巴，所以我们都圈它。然后我们看在这里的。这是不是小鸭呢？不是，这不是小鸭。这黑色的呢？这也是不是小鸭？你看它的脚。然后最后的，这是不是小鸭？是，你看它的脚是连在一起，然后它的嘴巴，所以我们就圈它。好，我们今天练习就做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